常看常新之直球狼崽。现在这个就是比较重的题了。好，先说哪个吧？先不说，能不会说吗？不再喜欢这个火锅，不再喜欢这个火锅。我先说两个小的情绪，跟你在一起，真特别，我也是，我爱你。跟你在一起，这意思我直接想跟你在一起啊，就我爱你。